2019年 2019重演。1, 2, 3。张柏芝自从和谢霆锋离婚之后，就把重心放在照顾孩子上，一手带大 Lucas 和小 Q 兄弟，如今又生下三胎小王子。虽然单亲妈妈会比较辛苦，但她却是乐在其中。近日张柏芝就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和二儿子小 Q 的搞怪视频，视频中的小 Q 明显长高了不少，帅气模样像极了老爸谢霆锋，穿着和妈妈的同款浴衣，数着拍子有模有样走起了模特秀，看着妈妈拉开浴衣拍了拍肚子，活泼的小 Q 也是有样学样，拉起自己的衣服在肚子用力拍了拍，不料一时得意忘形，太过用力叫了出来，妈妈张柏芝在旁边笑到弯了腰，小 Q 自己也忍俊不禁笑了出来，十分可爱，整个视频洋溢着浓浓的温馨和欢乐。看到张柏芝和孩子相处这么融洽，网友们都十分为她感到开心，纷纷表示粉上了这个可爱又搞怪的小 Q。 大家喜欢这对可爱的母子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